家好，我是 Aki。本来上周呢就是要来东区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，只是说上一次来的时候雨下得非常大，大到我连走路都没办法走。那这次呢，你可以看到画面，可以看到就是天气非常好。那我又来一次这边，那再走一次给大家看。这一条路就是忠孝东路，从忠孝复兴站一直延伸到国父纪念馆站，这一整条路都是东区的范围。来逛东区最好的时间点就是黄昏时刻啦，就是大概五点左右的时候，那越晚越多人。好，来忠孝敦化站这里呢，就是东区的一个精华所在。来到这边之后呢，并不是要来逛它的大马路，而是来逛它的巷弄之间。东区巷弄之间呢，隐藏非常多的美食餐厅、服饰店，还有一些其他有趣的店，那都是等你来这边慢慢来这边逛，然后等待你的发掘。那我们就来走一走，逛一逛，看有什么一些好玩的一些店。现在也走了一段时间了，那整体东区的给你们感觉是如何呢？不过有一点要清楚，就是今天我所走的范围只是一个小地方而已，整个东区是非常大的，还有很多地方我没有走到，那剩下的地方就等你们来走走逛逛了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那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介绍的还不错的话，就点个赞，给个鼓励。那想要知道台湾的景点啊、美食啊，还有一些交通的资讯等等，就赶快订阅，我每个
礼拜有时间我就会上传给大家知道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谢谢，拜拜。